璃液湿润手指，再用指腹从镜盒中取出镜片，把镜片放在指腹上，仔细观察镜片边缘的形状。边缘呈现碗状的就是正面，呈现碟状的则是反面。现在我们就要戴眼镜了，首先用双手的中指贴着睫毛根部分别拉开上下眼睑，这时眼睛要向下看，让镜片和眼球有充分的接触面积，然后将镜片轻轻放入眼中。确认镜片放好后，可闭眼转动眼球，让镜片和眼球完全贴合。